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馋猫。之前总有一些网友吐槽我天天在吃面，然后天天吃地沟油。好，今天呢，我就要转变一下画风，带你们吃一家西洋羊最贵的一家日料店。大家好。你好。吃东西不能少了酒，这个38一杯，我干了，你们随意。芥末八爪鱼，这切的很小很小的，新鲜。油脂非常的丰富，口感挺不错的。这个是鲷鱼，我觉得它这个酱油好咸啊。就切成吞拿鱼。黄颜色的是。点一些拼的，味道比较好的你就可以再单独加，然后这个价格三文鱼，他们家三文鱼很推荐，北极贝和三文鱼，吃的口感比较好，又加了四串这个，专门让它烤的稍微干一点，肉质很 Q 弹，像广东那边的白灼虾，然后还加了一点盐，再烫烤一下。哎，谭老师，你可以点一下。本来说不吃面的，又是。最后上他最后上就先上上来了，就是太了解我喜欢吃面了。还行，这个汤我觉得好像有点番茄的味道。盐烤鱼鳕皮，咸，然后有一点甜。我今天吃的呢，就是几个我比较喜欢吃的，然后别的也没有全部的尝试。我觉得他们家还是很值得再次过来的。好吃的欢迎在评论下面给我留言。再见，拜拜。